肖邦的那个前奏曲，古典的一个前奏曲，然后也是我帮他做一个配乐，把它串在一起，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感谢。
算是一首那个赞颂曲，它是一首佛教有一位叫真王老师创作的一首曲。然后在这首曲子，跟他有司仪男有唱过，有一位歌手，还有跟管弦乐团合作过，他也有在大道城的有一个紫色大道城的一个连续剧里面，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曲，叫做《一轮明月》，那还蛮动听的一个曲子，很适合就是在一个苦楚的时候聆听，让自己心情能够有一个宣泄的一个感觉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因为今天那个有演奏者要比较早离开，我想现在邀请今天所有的演奏者来前面大家合照一下。像那个谢老师跟陈老师和那个立伟。